如果这能让你承认或奉的话，金金甘愿受罚。让一个女人扛事儿，真是窝囊废呀！不能再让金金一个人承担了。少爷，霍家在商君龙头的位置已经被孙和两家撼动，家主愿请您出手。 哟，妹妹可真是用情至深啊！我打这个孽畜！今天我看你们谁敢动她！我们赵家的家法对赵家任用，不是你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可以阻拦的。今天，不管是谁，都别想动金金。 狗东西的腿，给我打断！是奶奶，你三，我抽枪！你看你嫁了个什么好东西啊！你是不把我这个老太婆踢死，你是不甘心呐、啊、你啊！ 你不是就想气死奶奶吗？你就是，老夫，够了！你有此理，给我滚！你老夫，不要。 你再给老子狂了！你还狂！我说呀，今天嫁这人还行啊，没想到这条狗咬人还挺厉害。 胡说八道什么？信不信，撕烂你们的狗嘴！动手吧！我不相信你还能反得开！你要知道，这可是赵家，你要是敢动手，你就别想活着出去！ 霍家，你还是撒泡尿照照看你自己什么狗熊样吧！来啊！霍家，不要啊！霍家，出手！家主，愿请您出手。这个时候，倒是能想到我。少爷，霍家是您的，但是我不在意他在上京的位置。可是，哎，上。 回去告诉那个老头，让他自求多福吧。你谁呀？在下上京霍家人士。上京霍家？少爷，霍家当真需要少爷出山相助？说过。 我拿自求多福，少爷。哦，还找人来演戏的啊！哦，原来是找人来骗我们的，随便行个货就能是上京霍家的人了，那可是上京的一把手啊！蠢货东西，你是想冒充霍家害死我们赵家吗？ 给我赶紧滚出去！哎呀，这仔细一看，这衣袖上的标识都这么假呀！演戏，你好好看看你自己的狗样啊！<笑>看来我这妹夫还上了血本呢！啊，哟，少爷。
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演呢？少爷，你走吧，我不会改变主意的。可是少爷，怎么了？我说的话已经不管用了是吗？霍三提命。 好，看来妹妹嫁的不是一个窝囊废，而是一个打肿脸充胖子的窝囊废。<笑>老婆说的对，这两个窝囊废般配一对，是佳话啊！<笑>家里做了那么丢人的事儿，简直丢了我们赵家的脸。赶紧把他们两个给我赶出去！ 晶晶，你放心，没事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被仇人追杀了。你要救我，你不怕我是坏人啊？ 你怎么了，晶晶？我的脚。哟，臭乞丐，你知不知道你踢到我们大小姐的狗了？要是伤到我们大小姐的宝贝儿，你这条贱命根本不够赔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踢到我们大小姐的狗，一句道歉就算了？赵家人欺负你就算了，怎么连一个仆从也欺负到你头上？我。 霍峰，你能不能有点男人的骨气？你是赵家的姑爷，她什么东西？也配说你？哎，我没想到我的妹妹还有这种本事。今天啊，我就要让她向我的狗下跪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赵慧琴，你欺人太甚！我欺负人又怎么了？ 没想到我一个唯唯诺诺的妹妹，竟然为了一个窝囊废，学会跟我顶嘴了。赵家是凭实力说话的，可是你为了这个玩意儿冲我顶嘴，冲我好，你别想欺负晶晶，你还学会英雄救美了？你们现在还能跟我说几句话？ 等赵晶晶最后一个产业倒了，哼，你们去街上要饭，我还是会赏你们一个馒头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少对我使绊子，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呀。哼，如果你愿意求我，我还是可以放你一条生路的。我告诉你，晶晶手榴城也不可能倒闭，而且我要在三个月内和晶晶赚够10亿。 天大的笑话！放眼整个海城，就算是排名第一的朱家，人家也不敢说这样的话。这世上还真有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蠢货，他怕是连10亿都不知道是多少吧？霍峰，说到做到，要是做到了，就同赵家所有人给晶晶道歉；要是做不到， 任你处置，让我处置。你要是做不到，就跪下来跟我的狗磕头认错，把他的狗屎吃干净。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说了什么？ 我知道的，晶晶。
你知道10个亿是多少吗？3个月，你拿什么做的？你还跟赵慧琴下那样的赌注？少爷，10个亿，假赌局打在考场。你知道十个亿是多少吗？3个月，你拿什么做的？相信我。好。海豚朱家的子公司，同朱深打好招呼，买下来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拿过来。晶晶，这是你爸妈留给你的财产，你相信我好吗？今天下午我就入职海城朱家了，